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K 九哥的生活点滴。今天要买一个，应该算唔知算好的好东西，也是还袂适用的啦。买一个好东西，甲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乌白买，这是这有重要，这重要什么？乌白买双路后视镜行车记录器啦。用伫后照镜的吗？系啊，真个拍过。这一这有迄、那个，啥 ？IPS 大屏幕啊 ，HD 高清 ，4 HD， 啊，这啥物？重力感应，这就是这啥？哦，伊意思讲有大屏幕啦，啊，这高清画质的啦，哦，啊，这重力感应应该是讲你啊撞击的时阵可能会落开啊。循环录影就是伊个循环，你啊卡片定伊会甲你循环录影啊。停车监控就是你啊停的时，伊个会继续监控啊。子母画面应该是切换，会当看，无啦，同时两个出现啦，应该是前后这会看啊。安全前后路头前后边这会咯，啊，还有测速照相预警啊。这选配啦，我有啦。啊，搁宽广超广角的啦，这个有广角的。哦，好看好看，操作加快。高清夜视米亚奇亚，啊，叫伊关，你看额定电压是5V啦，消耗功率是5W。看不到，无紧啦，我念就好啊。啊，镜头角度是170度啦，荧幕 IPS 的高清荧幕啊。啊，伊录影，我头前讲啊 ，4 HD 啦，啊有支援录音功能、循环录影、移动侦测，啊个测速提醒，这应该测速提醒就是咱家固定的，啊无可能。无可能雷打啦，雷射啦，啊！电子罗盘，这应该是电子罗盘，应该就是讲那个啥方向，嘿，那种指南针、指北针那种的啦。车速显示啦，你即摆速度伊嘛显示啦。停车监控，哦，这种资源的，我连袂这种资源的啦。前后双路，哦，轨道偏移。啊，轨道偏移这些资源佮选配啦，我唔知有这个无。前车预警，这个嘛是算选配佮资源的啦。重力感应这个资源啦。语言，哦，电池，外置接口。选配的刚才测速提醒啦，佮加一种电子罗盘啦，车速显示啦，这我唔知有无啦。使用要怎样？系啊，我即届会买即个吼，因为我Vios迄个伊行车记录器吼，未电池应该是未调电啊啦。咱虽然是拢开车是拢插调的，吼，啊，但是应该是电池可能还未调电啊。啊，所以我大概我啊断电了有无吼？未咯。原底伊日期是今仔日吼，2022年的。11月15号，结果你即马等下停车了有无吼？关电了后，搁起去，伊就搁归零啦，变成出厂。我看我出厂是2001年的1月1号，就搁安尼啊。啊，你若像即种的吼，你当作讲你也毋知影啦，就当作讲，迄无差。反正我若到时阵若要检举啦，毋想检举，你也有啥物事故无吼？要迄种要。客户警察吼，还是保险公司迄度时间未准啊，伊都未承认啊，嘿，未甲你承认啊，迄进前新闻有报啊，所以你一定爱时间，把日期、时间一定拢爱对的啊，无伊就无爱甲你迄个承认讲你这是拄啊的啦，哎呀，啊我以前去到我迄只，也过迄只吼，我嘛伫 Costco 买一个。我迄个嘛袂歹啊，啊结果迄个嘛袂调电，啊尾也嘛换掉啊，
啊，即届是我第二个生产机油器袂调电，换掉。啊，我第一届买即种啥物后视镜的，试看卖啊，伊以前拢是吸伫个玻璃，啊玻璃一个歹处，其实两应该嘛两三个歹处的。第一个歹处就是讲，有时会吸袂调啦。吼、哦，啊你用个吸的有无吸？日头啊，伤大，有时啊吸袂调。第一，第二，你吸久吼，迄挡风玻璃有无吼？挡风玻璃有一个好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三，就是像我拢会习惯用迄种隔热的迄有无吼？迄种的，你着搁有一个迄种阻碍，阻碍伫遐。啊，所以我就想，即届我买即种的，试看卖啊。第一届用即种的，好，开开，废话伤济啊。但是嘛爱讲啦。哎、欸，这干会都，啊，这袂无连嘛。我看卖我上班的有五个啊，而且够发票的。啊，我有买。行都嘛爱发票。我有买全配啦，我买了记忆卡，六十四的、嗯，因为吼，伊这吼前后镜头你一定爱用，那个啥？较大呀、啊。较大诶，种记忆卡容量较大诶，无你连伊都覆盖过啊。你啊32G 可能连伊覆盖过啊，除非你用头，你后壁无用啦，敢头前诶啊。哦，即个看也袂歹呢，真大。嗯。啊，即种按键电源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个搁看说明书。嗯，啊，搁一直行着，等于无效啊。无啊，伊即是即后壁即有无？是福气哩尔。哦、嗯。顶届我毋想买迄种。汽车百货拢会买迄种广角的，有迄同款拢是福气的啊！啊，伊这只是够加功能尔，吼、哦，伊这会当撑开有无？该福气的尔。啊，伊这吼，伊这我伊这就是迄种行车记录器的啦。啊，这就是你会当看的啦。后边。系啊，啊，伊这块我有买迄种，我有经迄种防眩功能的啦。哦，因为咱我较早买迄种。广角的有无？伊种拢无防眩的，迄种的吼，哦，迄啊，你拄着后壁开远顶个足插的，啊，你无看我买啊，买迄种广角的有无？迄我买啊，甲沙雕啊，因为你原厂的镜，伊拢有一个当边会当撇，嘛唔算撇啦，当边上边下都是广，迄种防眩甲无防眩啦。嗯。哦，即卖车，我咧讲，卖讲撇远顶啦，有的车足光的啦，嗯、啊，有的车就是敢那。大灯调到伤高啦，阮唱出来就安尼，伊无改，我就是大灯伤光啦，啊无就是大灯伤高啦，啊无就是可能小绿车较高，吼、哦、啊是大车较高，拢足差个。好，安尼先放边啊，看哪有啥配件。哦，即、這个，即就是充电器。唔是啦，即我较早就用过啊，你袂记哩？我较早咪哦，慢慢较早迄种征服者。GPS 的这种卫星啊，这是要怎样？接收器。GPS 接收器，伊就是固定的啦，固定的雷达，固定的测速器啦。啊，搁啥？啊，这两个爱搁看说明书。啊，这是伊的充电线。啊，这条，这条应该是要传输吧？传输的啦，传输电脑的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迄种后壁。啊，别接线。后镜头的，我感觉这毋知是几米的袂记啊，六米啊，八米啦。我伊会当镜，但是计数无同啊。我是无镜，我感觉可能六米的尔，因为我买钥匙免遐长啦。啊，我即届吼，即届我主要是要买后视镜，因为我嘛用过第一后视镜，我试用看卖。啊，佫主要是我拄仔讲的，我无想要去报咧。啊，我拢会用迄种挡阳光的，迄有无？所以我想讲买一个这個、迄种后视镜试看卖。啊，过来就是我要拣有双镜头的，因为咱若一般迄种的，迄种的嘛是有啦，迄种的嘛是有啦。你若去玻璃，迄嘛是有双镜头的啦。啊，我主要是要买后视镜啦。啊，过来主要是讲嘛要拣双镜头是安怎？哦，因为吼。今日拄着逼车啦，还是像我迄天拄下班的时阵，我落交流道，吼、哦，我有拍风灯，我落交流道开始，
因为你着加入速度袂当收紧啦，伊个毛线数啊，哦啊你飘往顶过加入到迄线，就开始慢慢啊落啊嘛。叫一个白目囡仔，哦，着甲我升四大顶，升四大顶啊，过来着飘两顶飘条个，好袂要紧啊，我着毋知咧赶啥，结果我着赶快我个速度，伊着搁掠出，正常你也掠入去，掠出你交流道个线，你着袂当搁掠入去外线啦，伊着搁掠入去。哦，啊，掠入去，你也开足紧，开我头前，这就是你若讲我迄工，我若有这种好镜头无吼，然后我就直接录起来，啊，放去你网络，吼、哦，我嘛袂检举，我放去网络，然后迄种，迄啥 ，FB 迄种啥，新闻台拢会伫 FB 咧挖迄种新闻啦，所以才看到，吼、哦，然后报，然后我检举。就迄落啊，啊若无就算伊倒背啊。哎呀，我是袂晓检举啦。好，所以我即届吼，所以即届就是讲真正诶，爱买两个前后镜头。第一，就是拄着迄白目囡仔；啊，第二就是你可以当讲后壁诶情形是安怎，有诶挡袂牢啊，是安怎？会当看后壁诶情形是安怎啦？哎呀，好，到时我。安装了，看伊画质安怎，甲大家分享。好，先到这，拜拜。拜拜。